产业会变革，企业与组织需要成长，阴影之外，个人的专业发展也得不停的累积与学习。除此之外，若担任父母的角色，还得及早融入青少年的兴趣与嗜好。去年小孩要求要安装 Discord，本来夫妻俩不想让他接触太多社群工具，但转念想了想，决定研究与沟通后再决定要不要让他使用。最后因为年龄不符，所以我借了我的账号给他用。 之前提到有不少开发公司有用 Discord 在进行开发专案的管理，而近日当红的 Midjourney AI 图片生成服务也是架构在上面。稍早前提到，小孩一下就把我的试用额度用完了。时代一直在变化，有些工具不断轮动，但背后的某个东西其实没有变。而我们应该适时的变通，才能够在潮流中拥有前瞻的专业力。虚拟偶像其实跟偶像没太大差别。 都是包装出来的。AI 生成大爆发之后，随着技术进步，生活周边会出现越来越多电脑生成的内容，也会形成另一种生态圈。而这个影片就是利用 AI 影像生成服务所产生的。